接下来一起看他们好好学习。早上进阶忙真起，都怪老娘太滑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首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总决赛少儿组八进六的上半场比赛。接下来一起看他们好好学习。好好学习，此环节为选手的正戏比拼环节，评委打分，分数最高的一组选手直接晋级六强赛，其余三组选手进入下一环节进行才艺的比拼。
小明，哎呀，告诉我，参加总决赛了啊，开不开心？开心呢。开心，那你回家都干啥了？我一天没别的事儿，除了吃就是睡。还练戏。完了，练戏呀、啊。我心里挺没心没肺的呢，这进总决赛了，不好好练练戏，还不是吃就是睡？那你怎么练的？你告诉我。唱个五七八遍的呗，这个不会，完就看看电脑，完怎么唱的，然后再记。再继续唱。那你告诉我，今天是谁陪你来的？我爷我奶。爷爷奶奶陪你来的，是不是？来，咱们把他的爷爷奶奶请上来。来，啊，首先欢迎你们两位的到来啊。啊，那为什么是爷爷奶奶陪着他来？他其他的一些家人？他爸从小俩月父亲就去世了，他呢俩月去世，他父亲去世之后吧，他母亲就走了，完了姨妈就是我伺候呢，给他伺候这么大。难怪总是看到你们来啊。那你们两个如果说带他的话，这个经济来源是哪？经济来源也就是他爷爷现在吧，有点退休金，微微了了的一点退休金。现在我呢就是常年有病害，我现在是心衰呀，头些日子才出院。奶奶，我听说你经常会带他到家附近的一些，比方说公园里面啊，我领他散步，和那些艺人来学习啊，领他散步到公园去玩，有的时候去散步去。他在那啥，有的时候看人那些爷爷奶奶唱的挺好，他也上去就给唱去。这个孩子特别喜欢苦戏，他在前面唱的时候，我就在后边跟着哭。完了，我心寻思，我心里也寻思，这孩子将来你说啥前能走出去啊？我自个儿心里也纳闷这个事儿。那奶奶今天带他来参加我们的比赛，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我就寻思通过咱们这个栏目啊，把这个孩子能想法找出一个什么出路，我就是这么想的。把他培养培养出来啊、那我觉得今天真是没有想到，在小明的背后还有这么多让我们心里很隐隐作痛的一些故事、一些经历。这样，严淑萍老师，你来说两句。看到小明今天能健康快乐的站在这个舞台上，我都特别的替他高兴。有爷爷奶奶这些年的培养，老师呢给你提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说，二人转这个舞台上，它真的是需要综合性的艺术。唱得非常的好，现在就缺那么一点点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包括你人物的在舞台上的点到为止。你虽然说看到你唱到刘翠萍了，看到她，你对她，你唱的这个婆婆，但是呢看的不是很在舞台上，不是很准确，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还缺少一些和观众的这种交流，在演唱过程当中和观众的这种交流啊，你打动不了观众啊，你要打动观众，唱的要入观众的心，自己入心了也要把观众打动，我想会更好。祝福你下一环节取得好的成绩。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祝福两位老人家能够身体健康，也祝福小明，希望他能够做得更好。来吧，有请下一组。我皇家帽特风派一袖，迎接本将。听此言，腮怀春。
情最是帝王家，恨早就没平头，平平淡淡才是真平头儿明秀啊。都怪我都怪路送儿入虎口，都怪我贪荣华自拔罗网头，都怪我鬼迷心窍断送起骨肉，都怪我飞蛾扑火与二次同狗，拿女儿换官路我不配做爹，我不如禽兽，爹爹我拼死拼活舍不得我老丫头啊，孩儿啊。两位啊，五七擂主，回家之后对你们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啊？有一次我在我家那块儿买俺家特产嘛、啊，就有一位阿姨认出我来了，是又要照片又要手机号啊，这家伙！哎呀，要留联系方式，完了，哎，不对，等会儿，你刚才说你买特产那段怎么回事？你再跟我们说说。俺家有特产呢。啊，特产你买什么特产？你家哪儿的？我家白城的。什么？黑水大西瓜，大芋圆大西瓜。啊，可甜了，五籽大西瓜呢。啊，还有美葵。美葵。瓜子这么大，就是常吃俺家那个美葵，啊、可以就是美颜呢，就是皮肤能吃的。那个变好了，对，哎呀，能美容呗，是不是、啊？那严老师、董老师，你多吃点。哎呀，老师，要不谁让董老师抢走了？说的我都馋流口水的馋啊！你是让人多吃点，人上哪儿吃？上你白城吃去？你这，哎呀，公外哥，我给你带来了，拉一车呢。带来了，咋的，公外哥？工作人员带来了，来，那工作人员赶紧拿上来吧，那赶紧给评委老师啥的，去送过去。洪老师，人家给你美颜的东西了，你说你还非得吃？哎呀，你看这小姑娘，她就会来事，给摄像老师一块儿。这啥呢？你说那个美葵？美葵呀、啊？给哪儿呢？来，工作人员拿上来吧，来，都有。春江给那眼巴巴瞅半天了。严老师啊。董老师，你们两位女同胞多吃点啊！妈，我也得吃。那个公海，你这西瓜啥？我看你这眼巴眼望的瞅着。不，我瞅是瞅，我担心是担心，但我估计他俩，我听说了，是不是给有我那份啊？
有，你别藏着掖着了。整个的，给你大点拿来的，大的。哪个？哪儿？赶紧上啊！大西瓜呢？那我的赶紧给我吧。上了呀！来了！哎呀！你看看，你看，现在来了。自动来的。哎呀，佟老师，遥控的那个。我啥遥遥控的不假的了吗？不行，这玩意儿他得真的假的呀？真假？我跟你说，熟透了。我跟你说，我发现就他们俩是我见过最讲究的东北人，最够意思的选手，是不是？佟老师，一说一给你西瓜了，还得给人夸的，哎呀，最讲究。那你可给东西肯定得夸。可以是那个这个西瓜我也吃了。对，那既然吃人嘴短呢，你佟老师你得给好好说两句。真的好好说两句。提一点小小的建议，我特别喜欢这个男孩，你要真要是再有一点丑角的那种表演，还有在场上那种激情感，我感觉会更好。就是五黄驾崩，其实这句应该是打动观众的时候。五黄驾崩，特封潘云秀，阴间半价押。太监那落音啊，是就那样。就是你现在还缺一点，回去再好好的再练练，现在已经都不错了。我再说说这个女孩，有点节奏稍不稳，望你们俩下一环节取得更好的成绩。你瞅我兄弟捧那西瓜好像都捧不动了。你再那个捧一会儿，我再说。你再说俩小时，我再说几句。有请下一组选手。两母，小
将我的儿女受尽了心酸，眼含泪走上前，我把亲人关天，我最知道我没家眷，欺君之罪谁敢担？将心一横，不能忍，大骂疯魔要听言，本官不杀你，赶快滚！好你慢来，送你归天牢。的时候是一个人，是不是？而马帅，你好像不也有搭档吗？怎么回事？怎么就成你们俩搭档了呢？因为自己本身来也是人单力薄嘛，完之后自己单出头，始终也不是，哎，俗话说得好，二人转也不是一个人干的，是吧？完之后就找个帮凶，啊，不是找个帮手，找个帮手啊。那你呢？那你搭档是有病啊？哦，他有病了，是不是？对对对。哦，所以说正好你们俩就走到一起了哈。哎，你们在参加了之前的比赛，并且当了擂主啊之后，对你们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呢？有什么变化？有啊，这个变化有啊。说说。我搭档就是自从去了我们学校之后，更加厉害了。厉害了，体现在哪方面呢？他哭功非常的厉害。哎，就差十秒数，就更能哭了呗。就差十秒数，立马眼泪刷刷。不是十秒钟，眼泪就十秒钟下来，不带超过十一秒的。大家想不想验证一下？想不想看？来，这样啊，咱们音效老师给点悲伤的音乐，咱们给他十秒钟，看他眼泪能不能下来。开始。哇！眼泪已经下来了，厉不厉害？哎呦，他们看没看到这个眼泪下来了？哎，就是这个粉挺厚的，两道沟，反正是。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哎呦，真是厉害！看来两位这个文武双全，功夫都有长进的啊。但是你们这个唱功有没有长进？这个啊，就得拿韩老师说了算了。韩老师，你来给说说。你们两个把这段戏完成得非常精妙。而且在舞台上的人物把握，包括内心情感的把握，演唱的处理，其实这能看出二人转有接班人。希望你们在下一环节取得更好的成绩。谢谢，谢谢老师，感谢韩老师。来，让我们用掌声把前三组选手也请回到这个舞台上来。看过了这四组选手小帽再加上正戏的表演之后，接下来就要辛苦我们场上的四位评委老师，请分别为他们来进行打分。最终分数领先的这一组选手会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年度六强。首先，四位老师请为一号打分。